这期美甲帮研习社小师姐给大家带来一个可爱的按摩手绘款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需要用到这些工具。首先刷上一层底胶，照灯，用彩绘笔取正红色彩绘胶画上色块，换用小笔描绘出按摩的边缘，照灯，叠加上色，照灯，刷上加固胶填平甲面，照灯，用点珠笔取白色画出眼睛，照灯，再用黑色画出瞳孔，奶黄色描绘鼻子，接着用黑色画出按摩的嘴巴，用拉线笔取棕色，在甲面上方画出星星，换用点珠笔点上蓝色和黄色，照灯，再次刷上加固胶填平甲面，照灯，最后刷上磨砂封层，照干就完成啦。学日式美甲。